消弭剂。运需要的就是善，那一种明确的善念。明确的善念呢，就要有明确的觉悟。明确的觉悟呢，那就是提倡戒杀、持斋、五谷杂粮，很清纯的维持我们的健康。我们会心安，会理得，会身心健康，不也就是社会人间的平安吗？我们有充足的粮食，我们有平安的空间，与人与人之间，我们能不感恩回报吗？所以呢，我们要感恩回报，就是要用这样虔诚持斋，为天下祈求平安来回报。所以各位菩萨要人人呢聚善恩呐，那才能呢共悯灾难，才能造和平。请大家共同一心，虔诚的持斋如数了。